十次。注意刚才这下突然的一个出手。起来，但是比赛的条件还是非常好的。这个场馆呢是晋江市第二体育中心，大家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得出来保护能力。刚才呢，王一婷和周月明两个人在场上啊，的确高度上吃亏比较多。迪兰娜要掩护了，高质量的掩护，看王一婷投进了。刚才呢，迪兰娜掩护之后啊，注意时间，自己勉强出手，但前场篮板球漂亮，李文霞打进。掩护换人了，王一婷，单打王雪萌，漂亮的三分啊！这球呢，李文霞其实是侧身在防，所以她随时可以短球，漂亮。超远三分，这球绕了好多圈，进十次。注意刚才这下突然的一个出手，不奇怪。好球啊！看王一婷敢打啊，不能只是他这一个人敢打啊，得每个位置都敢打。